大家好，我是黄靖伦，我即将演出的音乐剧叫做《恐龙复活》啦。那我在里面的角色呢，是饰演一个叫做吴大发的大学生。那在剧中，我喜欢一个女生叫做崔娜丽，常常跟着她到博物馆到处参观。婴儿酱呢，也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梦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。那这个音乐剧呢，在12月7号到1月13号即将演出了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到名胜世界剧场来支持我们。